队长，是紧急呼叫，怎么回事？好像是枪声，不过挺远的。嗯，是枪声，等一会儿再回应。 大佐阁下，他昏过去了，怎么办？接下一个。嘿，不，报告大佐阁下，几个哨兵下山去吃鸟。吃什么鸟？是他们打下来的大雁。八嘎，不准下山！把那几个哨兵给我押回来，快去！ 报告大佐阁下，三个下山的士兵被押到。报上名字。上等兵山形二号，下等兵吉野雄一。下等兵三浦有良。为什么下山？去捡打下来的大雁。嗯。嘿，八嘎，随便打撑起了，要集体脱岗。按军令军规是怎么规定的？
我们要在地台探照灯，直接跟安娘守在洞口的哨兵，换上日军军服，你在洞口守候。队长，让我进洞。执行，你在进洞的时候注意探照灯。是，先走。 警戒！明白。吉米，警戒！ 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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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吧！
队长，醒醒啊，队长，没事吧？啊，队长，醒醒啊，队长，队长，扶起来，怎么了，队长？来，快，小日本，你们这群王八蛋，你们不得好死！来吧，小日本，开枪啊！大哥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三死到底！小日本，你们这些王八蛋，拿枪吓唬谁呀？有种跟我单挑！八嘎！你们回去。嘿嘿。安静点，不然的话死啦死啦的。嗯，队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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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啊！队长，你醒醒，队长，你醒醒，我是铁牛啊，队长，队长，我是铁牛啊，队长，醒醒啊，队长，队长，你醒醒啊，队长。没事，别慌张。没事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只是有点头晕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大家都在吗？都在，队长。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啊！我们一定要出去。对，不能在这儿等死，我们一定要出去。一定要想办法。从现在开始，都留意侦查，看看有没有逃生的希望。嗯。怎么办？看来是提审他们。这是个机会。苏菲，准备。嗯。糟了，又来了两个，怎么办？等他再动手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明白。统统打开，嘿嘿。队长，冲上去吧。慢，再等等。陆东，朱三兵。马道奇、赵阳、马光月，出来！你的，出来！快点！快一点！快走！快走！
杀来的。是。大家不要慌张，我们是新 A 军女子特遣队的，奉命来救大家出去。女子特遣队，女子特遣队，我们有救了，有救了，太好了，有救了，有救了。这里是谁负责的？我是小分队队长赵阳，这里由我负责。好，组织好你的人，带上地上的武器，按顺序向外冲。外面有我的人，他们都穿的是鬼子的军服，记住，千万不要伤了自己人。没问题。弟兄们，听到了吧？外面女日本兵是我们自己人，要服从他们的指挥。是是是。几位？两位。好，弟兄们，听到了吧？听到了。好，行动。是是。等等，注意分散行动。明白。按监视为主，分散出去。是。走，走。有什么情况吗？没有。自己别开枪。吉米，有情况，快，这里都快。
马排长，到。你带领受伤的弟兄们先撤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吴总，石宝，到齐，我们走。是。不，排长，让我们留下来吧。别看我们受伤了，但我们一样可以杀敌报仇。不行，马排长，执行。队长，我们不能走。是啊，队长，不能让女同志为我们流血。怎么，你们不相信我们？啊，不不不，林队长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我命令你们快撤。可我们不能看着你们这些女同志们。女同志怎么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服从命令。林队长，所以我们才没有所以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你们全部救出。张科长，特遣队来电。好的，明白。嗨，嗨，我会立即去办，把他们抓获归案。嗨。不过，进来。大佐阁下，事情判得怎么样了？阁下，您料事如神。那只玉瓶果然放在康百万庄园，不过我已经把它给抢过来了，而且是完好无损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不不不，是拿，不是抢，是把它拿了回来。你说是拿了回来？嘿，哟西，那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外面。大佐阁下，您是否亲自公布一下？哟西，嘿，谭队，慢一点，小心，前方。嗨，是他，是他，无价之宝啊！不不，这应该是一对吧？阁下，目前只有这一只，另一只还没有找到。
继续寻找。退。快点。反这里。满爷，你快点。不了，轻一点。你们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吗？嘿，长官，对不起，他太重了。好了，去吧去吧。嗨嗨。那只钧瓷瓶给抢走了，你说什么？就是侯三家的那只，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。站长，你快想办法吧。听说那几个日本人正在寻找另外一只呢，我担心。不不不，另一只没什么问题的，你放心。你一定要想办法查清楚，日本人把那些文物到底存放在什么地方？我已经电告上峰，估计人员马上就到。我们绝不能让日军把那些文物运走。那太好了，我们还有时间。那个日军大佐可是个行家，听说他来中国之前就是研究中国古文化的专家，是个中国通。按我的推测，他不找的那个玉瓶是不会起运的。
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样，你立即让人找到我那个在日军军营当伙夫的侄子，他也是我们的眼线，不过为了谨慎起见，我已很长时间没有和他联系了。你说，那怎么才能联系上他？让他的媳妇去一趟，你陪他去，马上查清楚被抢的所有文物的存放地点和运行时间。好，我现在就去，注意安全。是，站长。等一下，哎，好吧，你过来。怎么喊的？啊，过去。你过来。什么地方？又不是第一次，还能得住？换衣服不就懂？旅长，换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旅长，这是一个小城，我们一下子进去几个花枝招展的女子，还不引起日军的怀疑？换日军军服？不行，同样会引起鬼子的怀疑。你们想想看，我们没有番号，问起来。我们从哪儿来的？来干什么？怎么回答？编呗，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？苏菲，老伴呢？是队长。队长，你不是又要爬墙吧？没错，少啰嗦，准备走。嘿，嘿，明天夜间行动。少佐先生，今晚怎么没出去消遣呢？任务压顶，你顶不懂、哎、那就更应该放松放松。我刚从大佐阁下那里来，他可是去了红春院。嗯，什么？那可不，要不您去一下。你的大大的好，那就请吧。嗯，开路。上面情况不明，还是我先来吧。少啰嗦，我先上。依次是索菲、艾丽、吉米。队长，你怎么老让我断后啊？那叫殿后，懂吗？
怎么不顺利吗？日军看管很严，我出不来呀。行，还算不晚。你姑姑让我带话给你，请你注意。看到前面那棵树了吗？看到了。苏菲，上次是